世界大势女团 BLACKPINK 成员基素长相出众，她虽是女团出身，但有张精致的演员脸，在还没出道时就已经和巨星李敏镐一起拍过广告。而近日她的气质脸庞也再次被主持人全炫茂认证，阅人无数的她也对基素的自然美貌狂赞不已。主持人全炫茂出道以来合作过多位艺人，也主持过大大小小的颁奖典礼。日前她在节目上被问到有没有曾经看到艺人本人真心发出赞叹的瞬间，闻言后她马上秒答：真的让我感到窒息的时候就是见到 BLACKPINK 的 Jisoo 的时候。随后他也说明，因为女方曾在录制节目时有到访他的待机室打招呼，而全炫茂当下就马上被 Jisoo 的美貌震折，并惊呼还以为他不是人，因为美貌真的超越现实，并心想人怎么可能会美成这样。之后他也自嘲可能那天呼吸道不好，让他差一点窒息。事实上 Jisoo 虽然有着一张美到逆天的脸蛋，但拥有一个开朗活泼且四次元个性的他，反转的魅力也备受粉丝的喜爱，也非常希望 Jisoo 之后都可以一直走花路，粉丝们都会帮欧尼应援的。